不是石头哎、欸，我以为你做的东西都是跟石头有关。你也喜欢收藏鎏金佛啊？喜欢。好，可以来讲一下这个乌金是在什么因缘下？哦，这是我因为陪朋友到香港，他要去就是到拍卖场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喜欢观音，所以要刚好在拍这个物件的时候，哎，我就下标。所以你本来没有要去拍，没有陪朋友去，你只是陪他去，对，结果自己跳下去拍，自己跳下去举牌，对，因为拍场的气氛很容易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很容易让你越买越高，越买越高，那个气氛，因为你会有那种竞逐的心态嘛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你本来预计是想买多少钱？差不多6万到8万。啊，结果你最后是成交在8万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亚白路亚路馆，然后拍卖官呢很厉害，他很会带动那个气氛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而且也对，等会啦，伊啊，讲话给你知不？后边无人发给。来来，这位先生，来再加500，500，500，那你多少？520，520，520，来600，600，600。其实呢，我倒看，后边伊啊。所以很容易受那个气氛的影响。对啊，对啊，就越拍越高哈。所以去拍卖场拍东西一定要很理性。所以他买了8万块。这个是老东西吗，教授？不会很老。哦，不会很老，因为我看到它有一些斑驳的痕迹。不会很老。好，我们也来鉴价。好，请老师鉴价。4万元。因为这件东西，第一个它不是很老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它的整个造像啊，比如说你看这个它的一些做法，除了头发比较细致之外，像这个衣纹的各方面呢，它是比较简单的。嗯，好，其实因为加上这个木座，这个木座是原来的吗？哎，是原来的。所以加上这个木座，我可以给你这个价钱，因为它的整个这个衣纹啊，你要看那个衣纹啊，它衣纹它那个整个雕出来的或者站出来的那个做转折的地方，如果说变化很多，那就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的工比较细。工比较细。那你现在就只有头发细，其他这些工其实不是太好。另外就是说，你要看它的开脸跟整个造像，像这种东西是看跟雕刻一样，是看造像整体的造像是不是具备艺术性之外，就是说它是不是看起来很有威严或者是很有慈悲的那个相貌。要看出来，所以这件呢看起来是比较一般的东西了，比较没有那么突出，喜欢，没有那么突出，不过也是一个有趣的经验，对啊对啊对啊，猝鼻猝鼻嘛哈。阿关，你知道今年哈2月在木村堂拍卖会里面哈有一尊佛像，卖了多少钱呢？鎏金佛啊，280万台币。那280万这个东西呢，落锤之后，大家都解散了。才很多人在那二碗，二碗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喊价呢？就是没有落款，没有落款。在明朝，我们讲那个鎏金佛，一般来讲的话，要讲宫廷风，宫廷用的这个佛像呢，它有它的那种精致度，漂亮的地方，好，完全都是手工的，所以呢。明朝的时候，因为很多造佛像的人不落款，结果呢，280万成交，其他人都很扼腕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个呢，苏富比在拍卖前几年拍卖的时候，也是丁卯年款的佛像，也是明朝的，成交价多少呢？464万港币。所以280万那个是捡漏了，捡漏，你捡到好东西了，便宜货啊，捡到便宜货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逛小拍，逛这些拍卖公司里面的这些佛像的，因为现在佛像很多人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都去找找看有没有能够捡漏的。但是呢，很多人都是依据什么呢？依据落款来决定。可是呢，像我们曾教授的就讲了，很多的这种古董的物件呢，就是要精清新美，你要有趣味，然后要很精致。只要是你找到佛像是精致的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手工的，好，不管它有没有宫廷风，只要是500年的，跟现在跟已经经过了500年，跟现在新造的一样，哇，那是精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多逛那个拍卖公司，
小拍。对，可能有很多东西都在小拍里面拍。好，但是这个应该没有那么久了哈，年代应该没有那么久。这个没有年代没那么久。刚刚廖老师讲的是这样，其实有很多人呢是靠这样子转卖为生的。全世界的拍卖公司里面，有很多人是去小拍，用他的眼光，用他的审美能力去买，然后再送到大拍里面去卖，他就赚这个中间的差价。哎，这是一种职业，赚眼光财。对。